今天就穿了一个大衣，还贼透风。喜欢后面这个气球吗？是不是贼有氛围？但这氛围只有我一个人默默承受，因为我所有同事坐在这儿，然后不吱声，干笑。三十岁的，就这样。Not good。怎么样？今天平安夜你们有什么开心的事吗？你们出去玩了吗？我这个点应该快下班了吧？我头发长了，对，我头发也得长啊，朋友们。真的，我头发也得长。我 Q 谁？生日营业让谁营业？自己在家吗？哦，上网课。我平安夜我好像就跟朋友一起吃饭，然后大家一起。哇，你们还有礼物啊，真好。和老板吵架。和老板吵架怎么说呢，我觉得就是工作的事儿吧，就是大家还要放宽心一点嘛。想看蓝色头发我。哎，是不是有那种发蜡可以？那我可以考虑弄一个。是呢，我可不是乖着呢吗？在这儿乖乖的给大家直播。圣诞夜的配一次，谢谢。主要是我觉得平安夜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过的节日嘛。就是如果你们今晚能跟朋友们在一起聚着，然后大家一起吃喝喝，我觉得还挺开心的，对不对？你们陪我过生日。好的呀，我这不来了吗？虽然我晚了四分钟。而且我每年过生日的时候，我跟我爸妈的群里，然后早上起来我妈就会开始发红包，然后我们家三个人开始抢。但每次永远最好手气都是我妈的，我爸永远是200的红包基本上都是零几块钱的，就是我们的家庭氛围。我被窝里看过直播，我爸今天早上抢了11块，是历年最高的一年，抢了11块的1.4毛。你们应该叫叔叔好吗？觉不觉得我最近胖了一点，就长了点肉。哟，价格。别叫叔叔挺好的。你们都叫我叔叔，你叫我爸叫叔叔，那不乱辈了吗？小朋友。哎，我刚想说啥来着？哦，我说我胖了，没人搭理我。我真的长肉了。我们之前在拍那个我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122，我忘了。然后现在已经长到140了，长了点肉，然后最近练壮了一点。我开了瘦脸还行吧，我开瘦脸了吗？我试试。后面气球在动吗？我不知道开没开，我就直接给点了。应该没有吧？不知道，不在乎。怎么了？直播开个瘦脸怎么了？直播开瘦脸怎么了？我不瘦，我最近真的。长了还挺多，长了16斤了都。哦，你可以看你的微信，你的微信了。哎呦，呼，对不起，我给他挪了个位置。这个视频太缺一下。最好像是我们刚把这个手机手，它那个因为那个后面那个光啊太爆了，然后整个脸是曝光的一样。哇，海宽是一个海宽也挺高的。
我一会儿跟他比一比。今天加班，今天周几？周四，周五了。哦，对，今天周五。哎，你们辛苦啦！表演个猴，我表演个猴，你们敢看吗？我表演个猴，我的同事得帮我弄，让我好好过一个生日。而且今天北京又去赌，你们说我以后接个什么样的戏？我一直在想后面接个什么样的角色会比较适合我呢？一些比较邪恶的，不用演一百个猴，是猴吗？我这背景音乐变态，演男模。对啊，就是老演好人嘛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想我要是演那种就是比较丧尽天良的，或者是比较邪恶的那种，斯文败类吗？环球，我到现在还没去呢，我特别想去环球。你不是要进组了吗？哪天进组啊？快了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什么时候进组啊？田伯光，我跟田伯光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是令《笑傲江湖》里面的吗？田伯光，那镜头有点歪歪吗？哪边歪？这边歪。哦，是呢，是准备去横店的那会儿。但是这不是天太冷了吗？湘西土匪，你们真是盼我点好吧，好不好？咱演点什么那种就是能就是比较有钱的反派吧，就是那个大别墅住着，然后吃喝在组里的消费啊，剧组能买单多好，对吧？霸道总裁，吃得好住得好。down nice 金光呀，赞赞前几段时间我还投给他了。我真的是在想要不要健身，稍微练的稍微壮一点点。上次也说这事，但这不想着太壮了也累了，很难练的长肉，长肉也很难。吃西瓜了吗？没吃西瓜呢。今天要吃西瓜吗？今天要吃西瓜吗？不用吧，吃苹果就行了。吃苹果。不要练了，我刚开始练。音乐大了吗？那我搁这儿吧，吃苹果吧。腹肌你们就别想了，禁播呢。这样呢？我喜欢吃西瓜树的，但是今天得留点肚子吃别的好吃的。我又会想去吃那个，去找了一个居酒屋，然后想吃点串儿什么的。吃蛋糕，吃蛋糕，蛋糕可以些许的吃一些吧，不然还是会长肉啊，你知道，就是好不容易练点练点，然后你再给它长成肉了，长成肥肉了。你们最近发言都很奇怪知道吗？什么湘西，什么，我今儿也不能，今天生日直播，我们还是大家保留一点那个，该怎么说呢，就是尺度方面吧，大家稍微注意一点，收敛一下，好吧。我也不能老跟穿不穿衣服这事儿过不去了。对，光剑录完，他们说你要不要录一个光圈挑战，就是后面脑袋后面有一个光圈的那个，看看吧。洛夫基博士吧，就是大家也。